超亲民，凱蒂佩芮狂喊，拉粉絲自拍秀中文。凱蒂佩芮超亲民，拉歌迷上台互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4。超级天后凱蒂佩芮 Katy Perry 相隔三年的时间，终于再次登台开唱。在今四日晚于台北小巨蛋举办 Witness the Tou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吸引万名粉丝朝圣，以最华丽的视听飨宴开启连假的第一夜。一开场，以今晚下的灯光突然打亮，以及喷洒的烟雾，凯蒂佩芮身穿黄金色的服装，从接近摇滚区的延伸舞台上霸气现身，开始演唱新歌 Witness Roulette 等，与摇滚区歌迷超近距离的接触，在演唱歌曲空档大喊你好台北，让台下歌迷爆出此起彼落的尖叫声，唱到嗨处他还爬上猴子造型的高台上扭腰摆臀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凯蒂佩芮一登场就引起尖叫声，因为与歌迷超近距离互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4。凯蒂佩芮唱到嗨处，登上猴子造型高台，扭腰摆臀。图记者陈明安社。2018万0404。串场后，凯蒂佩芮身穿英伦感的白底黑线裤装登台，没想到麦克风却似乎出状况，但临危不乱的他只用手势比了一下，继续表演。在唱完 Teenage Dream 时，更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穿的黑色背心，没想到背心上就有小巧思，在胸口处有 Thought Cold 的 LED 灯，亲和力十足的他还问粉丝这两个词的中文怎么念。凯蒂佩芮临危不乱，就算麦克风出状况也继续表演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4。而后，凯蒂佩芮把一位用心打扮的歌迷叫上台，不仅用中文向对方说你好，还问了对方名字以及从哪里来，并给歌迷一个超大拥抱，久久没有放开。接住问该名幸运粉丝中文的我爱你可爱怎么说，演唱会上现学现卖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凯蒂佩芮斟酌字句许久，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字眼，让他自我解嘲，我忘记英文该怎么说了。逗乐粉丝后来才问出我喜欢待在台北的中文该怎么说，一说完还翻了跟斗，引起全场欢呼声。幸运歌迷也在台上告白凯蒂佩芮，是你启发了我。心情大好的凯蒂佩芮也大方地要求与幸运粉丝自拍，且一连拍了超多张，让其他粉丝超羡慕。